心太大了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这屋万一租出去了，我这拿钥匙一开门，人以为我小偷呢。问问，有人没？没有人。哎呀，看来没租出去呢。哎，这咋还停电了呢？行了，卸个电视，摸黑干吧。哎呀，喂，别磨叽了，行不行？别磨叽了，行不行？不是，我不就是昨天跟同学聚个会吗？你至于吗？这家伙去了，把桌子也周了，女同学也吓哭了，男同学也打了。啊，我在哪儿？我在一个你找不着的地方。啊，对呀，我租房子了。啊，我正开门呢，你听，我现在进屋了。啊，有人？对对，有人，男的。啊，你过来呀，你过来打他呀。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现在就把他打死。我不信治不了你。呀，这停电了，给房东打个电话，1139104223222。哎，没有人接呢，你再打，电话对吗？别说话，别喊，帅哥。我根本没看清你长什么样，你该拿啥拿啥，赶快拿，不要伤害我。快拿，妹子，啊，你把手拿下来，啊，你看看我，我让你看我，你看看我，你看我长这样，萌不？你怎么在这儿屋里干啥呢？我好人。你好人。你听我说啊，我昨天搬家的，啊，这屋原来是我租的，电视落这屋里头，我拿电视呢。哦，你原来租的这屋把电视落着了，啊，对，那你不早说。哎呀妈呀，我这不说，这把我吓的，我也吓一跳。你赶紧拿走，拿走。哦，那我拿了啊，拿吧。哎呀妈，等会儿，又咋的了？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？万一这个电视是房东的，你搬走了，我不得赔房东一个吗？房东知道这电视是我的。你认识房东？我当然认识了，电话号码不我给你的吗？可是没打通啊。没打通，你接着打呀，那得赖我呀。那我考考你，你答对了，证明你就是真的。那你说吧，你说，房东老黄姓什么？房东老黄，说呀。妹子，你是吓坏了啊！房东老黄他姓黄。哦，妹子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房东老黄个儿比我高一点儿，比我胖。啊，哦，有个小闺女啊，八岁了，上小学呢，家里养条狗，是个京巴，名字叫爷爷。你连爷爷都。我知道，我租了好几年了这房子。那证明你是自己。那就是嘛。拿电视啊，拿吧拿吧拿吧。那我拿了啊。哦，你租这儿了？我租了，我这不过来收拾收拾房子吗？停啊！哎呀，停啥停啊？我这还没搬下来。不是让你停，叫我呢。哦。哎呀呀哎呀，又咋的了？他来了。谁来了？我男朋友。你男朋友来，你怕啥呀？哎，怎么有男的说话了？停。停！知道我为什么在这租房子吗？为啥呀？我就是为了躲他呀。你躲他干啥玩意儿？他都快把我弄疯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我周围就不能有男的，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，见着就打。开门！着什么急啊？等会儿。电视不要了，我走了。你出不去了。怎么的呢？堵门口了。大哥，你别害怕，别得瑟。那我咋整啊？你从窗户走。你这大过年的咋整？快快快，窗户走，快点。妹子，你租房的时候没打听打听，这是八楼啊？哎，这大过年的，你这行，开门，快点。你穿衣服呢？你着什么急啊？我不急，我急什么呀？我相信你。人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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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这不在这呢吗？不是，那男的没有。灯开着。坏了。坏了啊！啊！哎呀妈，太巧了，这是要烛光晚餐呐。干啥？干啥？顺这儿走的是不？等着。八楼。
跳。这堵屋里了，你让我把他找出来的啊！你别没事找事，你瞎翻腾什么？出来！你瞎翻腾什么？抽啥里能有人呢？你能不能不闹？你别说话，你看我把他找出来啊！出来！你能不能不闹？你再闹我报警了！你让邻居来看看你什么样。没有，哪有人呢？没有。你是不是又跟踪我了？啊？软件升级了，误差不到一米。这到门口吧，找不着了，我给你个差评。别玩了！不是你都快把我弄疯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不是你说你怎么这样了？现在变得啊？你说当初那么多人追我，我就选了你，我为什么选你啊？我不就是看你长得高大魁梧，我想你肯定是个大度的男人嘛。你看你现在这样，你大度大度，你就剩个大肚子了你。哪这么矛盾呢？我可不大肚子，而是越来越大。哎，你说你给我发誓了没有？发啥誓啊？你都跟我发誓，你说再也不跟踪我了，你今天又跟踪我。没有，你记错，我没发誓。你发了，就是1月24号那天晚上。对，我想起了1月24号那天晚上，我跟我女同事啊去吃晚饭，你在吃晚饭那地方跟我发的誓。哎呀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他跟我说啊，他说跟女同事吃饭，我说，呀，我劝我自己，我说跟个女的吃饭那会跟着干啥呀？是不是啊？那显得咱们心眼多小啊？可是那腿他领我去的啊，那不是我，到这一看，气死我了！那女的长得太像咱了，我扭受了，所以没发。气死我了！你，哎呀妈，哎呀妈，快气死我了！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个，哎呀妹子呀！你咋出来了呢？我不出来，不出来，不被他气死，我也得憋死呀！我打死你！哎呀，打死我！不定谁打死谁呢！我告诉你，妹子，你活得太憋屈了，你啊！你这找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个，是你男朋友啊？啊！你不要他也就罢了，哎呀妈，你看啥？你再看一个，一个。你是不是个男人呢你啊啊！男人的心眼咋那么小呢你啊啊！你这女朋友这是你？哎呦妈呀！翻人家手机，看我 QQ， 看人家 QQ， 你打人家男同学，气人家女同学，把人女同学气跑了，你干啥玩意儿啊你啊啊！找这样女朋友你不珍惜啊啊！你看这小脸蛋儿。啊！你看这小身材，跟他都白瞎了。真是，我跟你说，有多少男人想保护他呀？你还怎么的？你说妹子，这样男人就得这么治他。怎么的？什么不什么行了？你都不能纵容他，打谁呀？他打我呢？他。妹子，打完没？还没打呢。哎，哥们，快点，这都吓死了，这都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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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站稳了，干啥了？我干啥的？大哥，你不是来拿电视的吗？我不说电视不要了吗？我说，你干什么？你欺负谁呢？我朋友。来修电视的，修电视的啊，摸黑修电视的啊，你信呢你啊？你爱信不信，就是修电视的。你别说话，你说，大哥，你说，我说，你能说好吗？我跟你说，妹子，我今天让你男朋友打死我也得说，你说说，我得还你个清白。行，你好好说。兄弟，不是大哥，大爷，
哎，你别指着我，你这手指头跟棒槌似的。你听我说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说，这房子以前我租的。你租的？我把电视拉这儿了。电视拉这儿了？我来拉电视。拉电视？这不你俩就进来了吗？啊，就吵起来了。嗯，我得说你两句。你这么大个，怎么这么点心眼呢？你两个是男女朋友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两个得互相理解。我跟你说，他为啥找你啊？我刚刚都听着了，因为你高大威猛，他认为跟着你有安全感，你能保护他。就你这点小心眼，你能保护他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我个小，我学过螳螂拳。我告诉你，就我这样的男人，我能保护他，那不是吹。我这样的男人能做他男朋友，拿过来。你别说话，怎么的？你说他谁呀？我说，你实话实说，他是吧？啊，男朋友。完了。哎，妹子，他咋倒了呢？哎，你起来。没事大哥。啊，你站着看着，我都习惯了，他一会儿还会自救呢。哎呀，你太厉害了。你这吉尼斯，哎呀，来电了，来电了，哎呀，来电了，来电，这么多人在这儿啊！黄大叔，我救星来了，老黄啊，啊，我给你，你可来了，你快跟他俩说说我是谁啊！闭嘴，你先别说他是谁，你谁呀、啊？谁都怀疑他，我是这儿的房主啊，那他谁呀、啊？他是我的前租客小盛，是不是？他在这儿住好几年了。今天他不租了，这婷婷过来看房子，对这房子挺满意，这房子就租给他了。没什么事是吧？没事、啊、那没什么事，我就走了啊。好，走吧。人家两口看房子，你在这干嘛呢？那行，行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大个子，我得说你两句啊，你俩男女朋友得互相信任啊，你得大度。切。走了，大哥。停。啊。停啊！我错了，我今天我当这么人，我就发誓我就。别发了啊！哪回你改了？我知道你跟踪我，翻我钱包，看我手机，查我 QQ， 你是因为你在乎我，你爱我。可是你这种方式爱我，都快把我爱死了，谁受得了啊？哎呀，我改。行了，别改，我改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这么对我，你要真改了，没准我还不适应了呢。